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。王希易追妻病房装睡，嘉欣探望忍泪偷亲，喜易暗喜紧搂。电视剧《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》正在热播中，在剧中，王希易在和陈嘉欣的相处中，对陈嘉欣越来越关心他。王希易渐渐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离开陈嘉欣。安娜回国后意识到王希易的心意，为了自己的幸福顿时黑化，故意设局离间陈嘉欣和王希易，却不料不仅害了陈嘉欣误会了王希易，还直接让他流产了。为了求得陈嘉欣的原谅，王希易竟然在雨中不走，因此而发高烧进了医院。陈嘉欣得知后坐立不安，十分犹豫的他最终还是来到医院探望王希易。王希易发现陈嘉欣来了之后立即闭眼装睡，陈嘉欣看着王希易苍白的脸颊顿时满眼心疼，他一点点靠近王希易，忍着泪偷偷的亲了上去。王希易被陈嘉欣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，王希易反应过来之后顿时暗喜的一把紧紧搂住了陈嘉欣。陈嘉欣意识到自己又被骗了，顿时又气又恼的仓皇逃跑。